你是就想要一个答案，对吧？那我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不是我们毁了你，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。这次的比赛我先不说，就说上次慈善晚宴的事儿。慈善晚宴我……是你在模特中大张旗鼓的时候，我会带你去慈善晚宴，对吗？你还说什么？是我对你感兴趣，是我喜欢你。不是。 那个真的是我。再说徐云鹤染上的事儿吧，虽然你伪装的巧妙，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是你拿助理的剪刀故意把衣服给弄坏了。你是一个模特，设计师辛辛苦苦把他的心血交到你的手上，你怎么能糟蹋呢？你自己的努力，你就在乎，别人的付出你就不在乎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问心无愧。 既然在你心里是这么想我，你压根就不在乎我怎么解释。就算我被误会了，你也无所谓，是吗？事到如今，是不是你动的手已经无所谓了？对我来说，结果真的是你在咎由自取。方冷静，方冷静，收起你这一套好吗？你这套可怜兮兮的说法，你在 Linda 那儿说可能还行，在我这儿真的行不通。我求。 我们彼此都留点余地，大家都体面。你也没有给我留余地啊，方总。真的是你自己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。走的时候把通行证留在前台，离职手续我找人帮你办好了。王小雨，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对我的。 哈哈，真没想到一个被破坏的作品，竟然把我们时尚中国风送上了热搜，真的是因祸得福啊！哈哈哈，这有什么福啊？你知道首先这个作品毁了，比赛终止了，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，是多大的事儿啊？哎，腾腾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儿？媒体上这几天的报道啊。这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也没想看。 难怪，你还不知道，那个设计师莫非啊，在我们的平台上人气可高了，大家都想知道他第五套会设计出什么样的作品出来，是吗？哎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每日时尚跟栏目也是第一次合作，一开始啊，我的心很忐忑，哎，这没想到比赛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亮点，为我们加分很多，所以我这个心啊，现在安定下来了，哈哈哈。 所以我今天来呢，就向提前通知你，尽快做好上线的准备。小雨，我觉得这次比赛前三甲你可以接触一下。比赛虽然是明远搞的，我觉得明远一下子也签不了这么多设计师，所以啊，这前三甲都还不错。这些人的资料呀，我都研究过了，我就要这个。第八名。 对，第八名的，我一定要定他。这人连比赛都没完成，这么好的你都不要，你要一个第八名啊？有问题吗？这种第八名我不考虑。来，胡总，先坐下，慢慢看。来，你先仔细看一看，如果他不行，你把我开了。 还不错吧？行，倒是还行。但是小雨，我用人得向巴黎总部报备。你说这第八名让我怎么说呢？设计部归谁管？是我还是巴黎总部？是你管？是我，那我就定他了。剩下的事情交给你。哎，小雨，我们再研究一下呗。小雨。
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妈妈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帮着墨菲呢？又是那个墨菲是吧？你放心，我去给你出气。 所有人都会帮着他，所有人都会护着他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？别难过了，啊！别难过，你永远都只会说这几个字吗？我都要被人欺负死了，你就只会说一句不要难过吗？ 妈妈，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行吗？好吃的。啊。这次要带我去吃烧烤，还是大排档卤面摊麻辣烫呢？嗯？我问你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吃的吗？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跟我说谢谢，而是要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只要有我在你身边，我可以帮你处理好这一切。 干嘛？我问你啊，你会在什么情况下跟一个女生说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还有我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哎。那我换一个，你会对什么女生说这个话？你啊，还有吗？ 你看看你，都把地踩脏了，走开走开！不是，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再顶嘴！我不再度日如年，我不再失眠到成功出现，因为外面的天气已经渐渐转暖，这歌词你熟吗？ 所以，你就是那个听众，就是我。当你感觉到累，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，我想要你亲口说你。 欢迎大家来到飞到小角落。今天呢，我想和一个人说一声
谢谢，谢谢你。